跳水三米板里面难度最高的3.9的这个动作5156B，可以看到呢，我们把运动员的关键动作呢，把它这种时序动作定格到这种三维空间上面，各种数据的这种分析，就把一个动作的这种各种的细节给展现出来了。能带给体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把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那种口耳相传的感性的这种训练的这种经验与模式呢，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定量的这种分析，能够带来更精确的科学的这种指导，能够助力呢运动员在这个备战过程中有的放矢。